高德，我爱你，我太爱你了，我真的太爱高德了。高德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高德。7:20起床了。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起雾了，然后我盖了这个塑料纸在上面，看上面有一层淡淡的水汽，湿的，下面就是干的，睡得很暖和。看一下昨晚环境，这是个候车亭，有几个叔叔阿姨已经过来候车了。啊！啊！起床了，温暖呢？摆拍一下。昨天晚上就在这睡的，家徒四壁。起床了，起床了。哎呀！起床，看一下昨天晚上睡在这个位置。这是一个候车亭，公交亭，有两个阿姨，然后等着去亭里卖菜了。然后他们在这，我摆拍了一下，看昨天起雾了，起雾了之后有点滴水，然后我盖了个塑料膜，塑料膜都湿的，看这驼坡上也都是漏水，是湿的，帐篷袋子上也是湿的。赶紧把东西一叠，接着出发。昨天晚上在这睡到4点多的时候，然后突然就起大雾了，起大雾了之后，这上面那个家徒四壁的这板上就滴水，睡袋就有一点点，现在还在滴，有一点点湿。我发现了之后起来盖了这层白的塑料布，就是塑料布一盖之后就没有水能进去了。把这塑料布一盖，然后睡着就很舒服。哇，一觉睡到了7:20。起床的时候，是被两个阿姨在这边等着去卖菜的阿姨来了，把我吵醒了。不然的话，我估计能睡到8点。刚好7:20，早早的出发。收拾完已经是7:57，快8点了，出发吧。走了。朋友们，今天已经是2023年1月14号了。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广西省的某个瑶族乡辖区，现在继续出发，骑行回云南老家过年。今天出门就是上坡，不过这才是刚刚开始。我用高德导航看了一下，今天有大概50公里的爬坡。我买了明天从黔西南到西宁的机票，去西宁吃席，然后现在距西宁大概还有180公里，我也不确定今天能不能骑到，主要是坡太多了，还有近50公里的上坡，而且这个上坡不是小上坡，都是大上坡，估计不知道能不能骑到，先试一试吧。反正机票是明天下午的，今天到不了就给明天留一点，明天上午到。已经联系疯狂的踩自行车踩了有4天了，今天是第5天。今日骑行经过的第一个乡镇板桃乡，
看一下，在这个山上吃个粉之后再接着骑啊。看，又是那种宽粉，猪脚粉，最爱的宽粉。吃完了，在这发个视频报平安，但是视频还没传上去，接着骑吧。324国道2023路牌打个卡，祝大家2023年一切顺利，蘑菇丰收，老鼠满餐，然后什么，腰包鼓鼓的，就这些吧。最主要是开心，开心，开心。爬了一个小时，挣了5公里的下坡。下坡，下坡，下坡。啊！旧洲镇全都是这种大上坡，慢慢的磨，慢慢的磨，累到不累，费屁股，屁股已经粘在坐垫上了，我估计要上厕所的话它带血了的。下来就泼下来，今天的天气和昨天一样热的不行，买瓶水喝，这有个便利店。哦，估计得来打。哎呀，来瓶这个，打的。今天第一次补充水源，一瓶冰红茶，一瓶大王哈哈。太热了，今天这天气，我怎么感觉比昨天还热？路边有好多这种铁架子，铁架子上放了木条，也不知道是干啥用的。啊，这大山坡呀，推车估计比踩的还快吧，哎，走路都比这快。这个这就午餐了，边骑边吃。走，反正上坡也只能慢慢踩，吃饭就安排在上坡了。这是中午饭，坡太大了，都要整大型车辆的专门的爬坡车道。龙陵界，龙陵是广西靠近云贵最后一个县城，过了龙陵之后就到了贵州的黔西南。看这满满的大山啊，快让我爬够了啊！看看这帅气的阿坤啊，一点都不累啊，完全没有感觉。山区的这些乡镇感觉都是在找一个小峡谷，静坐在峡谷之中。2078，在上一块路牌那里，我大概的记了一下时间，骑这个上坡1公里需要11分钟多，将近12分钟。哇，也就是说一个小时就能爬5公里的坡。天色渐晚，太阳快落山了，现在还是在324国道上骑行，
下面这条江叫南盘江。哇，我在平邦镇的新洲河大桥上找到了今天那些木架子的答案，它是用来晒这个木板板的。又有新的问题了，这个木板是干啥用的？今天早上算八点开始骑行，现在已经六点了，才骑了90公里不到，100公里都没有，但是我真的已经很努力在骑了。哇，到这里面吃完粉再接着骑，再骑回啊。没有录视频。又吃粉啊，再吃个粉。吃完了再找个超市买点东西吧，待会往前骑，往山里走，今晚在山里面睡，有可能不好买东西，先买一点带上。今天的第几次补给，买了一包辣条，两根火腿肠，那叫香肠吧，然后两个鸡蛋，还有一袋小绿豆糕。啊，再踩，天快黑了。迎进违章车辆，驶出广西境外，再往前走不远就是已经属于贵州了，就算出了广西界了。安龙公安管护段然后起点，也就是说从这里开始我就进入贵州了。哇，从10号上午的从10号中午的12点多钟进入广西，到现在是14号的6点36。然后就这么长时间，我从广西的东头穿越到了西头。录个视频记录一下，翠花从2023年的1月10号进入广西界，从走的这324国道，到了1月14号下午的6点40，成功的穿越了广西，由东向西穿越了广西，耗时4天，胜利了嘿！哇。可以看到啊，它这边这个过境的这些核酸顶都还在，亭子还在这。好吧，我接着骑行。胜利了，4天穿越了广西。拖鞋看一下啊，拖鞋其实已经踩出洞了，能看到吗？看，已经坏了。导航给我带了个剑道，走了这种岔道里面。这是个乡道，应该没有什么车，晚上很安全。这缺的导航给我带到了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今晚灯也不行了，看不到。我只能说导航功能真强大，哪都能找到。这么窄的路，我不应该跟着他走的，我应该走国道。能看到顶上的灯没有？看这导航的样子，是要把我带到顶上去啊！我的天啊！哎呀，这导航完全不能相信，这路把我搞崩溃了。看一下这个边，下面有户人家，垂直的上来的。我停了，起不了步了。哎呀，只能往前推。啊，服了，起不来了，我起步。真的不是我愿意坐推车了，这下面就是悬崖，能看到没有？垂直下去那户人家，我从那上来的。哇，垂直的。前面的路也是这样的。
昨天我停了之后起步怎么都起不来，它路太窄了，我想横着起又害怕从这就横崖悬崖，你看到不，手定黑的那个地方下去就是悬崖。哇妈的，我手定照一照，哇这导航太强大了吧，能把人带到这种地方，看直直的悬崖，能看到这落差，从这射你看过去它就掉下去了，哇掉不进底了，就崩溃了，我又不小心停了，又起不了步了，只能做推特了啊。高德我爱你，我太爱你了。哎呀，我的手电前两天用了没电了，所以用的是手机电筒，关照的就比较近。哎呀，再加上路况又看不清楚，这路贼窄。哎呀，我是听信了高德上显示这条路径坡少。哇，我进来他这个坡，国道上绝对没有这么大的坡，而且没有悬崖。哎呀，我真的太爱高德了，我以后再开导航我都不叫阿坤，我只自己看地图，不开导航了，今晚就受够了，不知道能不能绕出去，绕不出去我明天还能不能赶上飞机啊。哎呀，坡太大了，我直接是用生命在踩坡，我感觉。啊，终于绕到一个有村子的地方了，太难了。哇，看看这坡，前面村子，直的都。掉到坑里来了，我太谢谢这个导航了，我好谢谢他呀。坡基本上是直的，我一下掉到坑里死了，又得推一小节。啊，老哥，前面坡还多不多？啊，前面还多，全是坡吗？啊，全是上坡。啊，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啊，上这里了，没有了。啊。啊，我导航走到这里来了。啊，全是上坡。啊，上到上面一点点了，没有了。一点点就没有了。啊、好，谢谢你啊。不用谢谢。啊，祝你生活愉快，新年快乐。嘿嘿。事实证明，赶路的时候千万别抄近道，越抄越远。绕到了一个乡镇里面，这叫啥镇来着？这叫哲宝乡。哇，还接着骑，不知道前面的路况咋样啊？看着很窄，我一定要来一罐这个补一补，再买瓶水。快把我渴死了，那一路我太谢谢高德了。哇，我还在往前走，因为我看这个镇上这个路况还是很差啊，不往前走明天赶不到了。这绝了个大策嘛，高德真把人害惨了。我要走国道的话，这会已经在睡觉了，明天就松松的。哎呀，非给自己加个班，再谢谢高德，补充一罐牛，补充点能量，今晚继续干。因为不清楚前面坡咋样，完全不相信高德了。高德开始说的是这条路坡少，
也这样。哇，爬坡衣服湿透了，现在下坡。下坡了，得把里面的衣服换一下。哇，这个坡太给力了，湿透了彻底。啊，我把外面的衣服反套到里面去，外面是干的，省得我再拿了。哇，真的是被这个导航。我抱怨一下不影响吧，实在是有点坑人了，这样反穿就会好点，省得我再拿。哎 ，OK， 把湿的穿到外面，这穿着有点奇葩。哎，这件也没事啊，里面湿那点你就不穿了，主要是太晚了，包里也不想拿。今晚是导航让我加班的，本来我应该已经睡了，这回加油干。你看这导航寻的路，下坡的路况都是这样的，看大坑，全是大坑。上坡的时候想快快不了，下坡的时候能快不敢快，这快大坑你就是早摔的。我现在都不吐槽他这个上下坡了，别说他一直在上坡一直在下坡了，现在我就吐槽一下，能不能有一点平路，全是坑坑洼洼，上坡下坡都是这种坑坛，路况也太差了吧。哎呀，再谢谢高德，我爱高德。这个路况呀，哇，筋屁股也来也受不了他这样颠吧。那我已经骑了第五天了，我的天，我感觉屁股已经不是我的了。你看这条路多好，每过一个村子还有狗出来欢迎一下，完美骑行路。海龙你们好，空无一人的峡谷之中，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和策划一辆车在行驶，好安静啊，漫天的繁星。这夜里骑着小风嗖嗖的还凉，不过没问题，因为我把睡袋裹上了。这个上坡，哎呀，已经是最小的飞龙了，踩起来要了老命了。哦，再次谢谢高德，带我来体验这种人间快感，太刺激了。高德，我爱你。我爱你高德。哇，基本上拼了面的踩着坡，真的汗如雨下，衣服已经湿透了，里面有一点都不累。哇，我把睡袋拿出来的，待会下坡的时候把睡袋裹上，先让汗干一会，
高德，我爱你。OK， 让汗干了一会儿，已经是0:37了，接着走，把睡袋裹上，下坡，省得我穿外套了，这个比外套暖和多了。啊，邋不邋遢？OK， 开始下坡。一个小时上坡，哎，给我上饱了。一个小时上坡就上了，爬了4公里多，下坡也差不多。下坡只是不那么费力，也是刹车捏到底。你看这个路。坑坑洼洼的，怎么下嘛？今晚骑了几个小时了，没有遇到一辆车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山有多平啊。坡也真多真大。走进今晚遇到的第一辆车，哇，不容易不容易。遇到一辆车，说明我离国道应该不远了吧？3:07，终于绕出来到国道上了。246国道，在这个山区，我看一下多少，50公里路差不多。50公里路，我在这7点进去的。骑到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对，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8个小时，怎么回事？国道上也没车，我今天晚上总共就遇到了2辆车，我的天呀，咋回事情？车都躲着我吗？高德又一次害了我。这地方你还走不了，要往那边绕。哎呀，服了，哼哼，绕路吧。我快要被这个导航气死了，真的。哎呀，他又导一个这个人家的应急通道来让我走。我白下了这个山，又得爬回去2-3公里。3:49，我距离目的地还有40.2公里，我好困啊！我决定不骑了，在这睡一会儿，睡一会儿再走。就这样躺着睡一会儿吧，能睡多久是多久。今天催化靠的比较近，啊！早安，兄弟们。